卖食物招待孤儿们和贫苦的人们。最后他连买材料的钱都没有，用剩余的牛皮做了双红鞋子。寒冷的风雪，他把红鞋子送给小女孩，连夜蛋晚餐都没钱准备。夜深了，奇怪的事情发生，一群没穿衣服的小仙童拉着牛皮小车，他们来到老鞋匠家，跑到工作室里努力工作着。第二天早上，老鞋匠夫妇认为发现鞋子，认为是上帝送的，卖了鞋子。老夫妇准备了丰盛圣诞大餐，招待孤儿们。当天晚上，老鞋匠被工作室里的声音吵起，这才发现秘密。老鞋匠招来一块布，而小仙童缝制衣服，还准备很多甜点。半夜，小仙童来到惊喜，穿着衣服，吃着点心。后来，小仙童也没有再出现，生意比以前更好，老夫妇也有足够的钱买材料。玉伟，我们有没有准备问题来问大家？有，但是在问问题之前，你是不是有准备一些小东西？对不对？好，有准备什么东西？好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荧光笔。荧光笔上面有哪些角色？是不是有一些角色？对。对不对？我们待会是不是要问一些问题，然后抽奖给小朋友带回去，对不对？好，先来这边。你不要把故事书送给别人。哦，还有，哦，还有，好。来，我们第一个问题是，好了，所有小朋友哈，可以来。听一下哦。老夫妇用什么赚的钱招待孤儿们和贫苦的人？好，我们来，我就说会的举手。会的举手。好。好，那个来，那个弟弟来，来李婷看是什么？鞋子。是什么东西？鞋子。答对了吗？答对了，好，来，没有，你要给婷看选吗？哦，你要先拿出来，哇，怎么那么善良，很棒很棒，你要选吗？好，谢谢，好，没关系，先放这边，来，第二题。老鞋匠用剩余的牛皮做了什么颜色的鞋子？好，会的举手。举手。哦，那个姐姐，那个刚站着的姐姐也可以。可以回答吗？可以吗？红色吗？答对了。答对了。好，来拿一个小奖品。小杯子。亮亮。好，来第三题。第三题，寒冷的风雪里，老鞋匠把红鞋子送给了谁？好，会的举手。会吗？好，哪一个最快？这个。
左边那一个。左边的姐姐吗？那个姐姐吗？妹妹。左边那个还是右边的？他指的。左边的哈，怡婷。怡婷。家里吧。是什么？是小女孩吗？是吧？答对了。好。没关系。哦，小心，来，再来第四题。第四题。小仙童出现的时候有没有穿着衣服？好，来会的举手。我刚刚看到后面有一个那个，他举很快。来，浩辰。他有没有穿衣服？有没有穿衣服？没有，答对了吗？对了，好来。好，谢谢。再来。第五题。最后两题喽，请大家把握喽，来第五题。是谁为小仙童们缝制衣服？姐姐知道。来，请问是什么？谁为小仙童们缝制衣服？有听到吗？大声一点。没关系。是不是那个在弄什么东西？站起来一点。那个叫什么？老鞋匠。答对了吗？答对了。来，最后一题哦。你应该去写。来，第六题。小仙童穿好衣服，吃的点心，后来还有再出现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来数一二三，你帮我看哦，好不好？来，数到一二三，一二三。谁？这个。好，这个姐姐有没有？没有。答对了吗？答对了。好，感谢。我们还有哎，我们再出一题好不好？好，我们问他们说，那个我们今天讲的故事是什么？可以吗？好，我们今天讲了什么故事？故事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数一二三。1、2、3。等一下，平安，你不是有了吗？什么东西？小仙童小精灵。答对了吗？好，答对了。我这么厉害啊！那我们问题就到这边，可以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的伟伟哈要来唱歌。Thank you.
唱什么？叫做什么？小蘑菇。小蘑菇。蘑菇蘑菇躲在市场的。